来来来，有请我们两位嘉宾来到舞台之上。我们现场再来一位观众朋友，好不好？今天有来是给两位主持人有带礼物来啊？真的？有带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哎。哎呦！哎呀呀呀呀！谢谢。哦。哎，谢谢。嘿，这脸短点儿，反正啊。头发颜色也变了。不过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天哪，哎呦，真好。那接下来就到你的这个看家本领的时候了，现场授课。好，这样子好，先教个最基本的，好不好？做个最基本的小狗，小狗。其实可以做马的，因为马太麻烦，是不是？那你做马的时候，你别瞅着我呀。是条死狗，嗯，他会抱你，你不知道，咱爷们儿点呗。好，哎，啊，好，成功了，你抱，好了吗？一抱还一抱，太快了吧。接下来就是身子的部分，各位，身子的部分，身子多长？差不多就好，比例一定要做好。你确定不会抱？不会。啊，不会抱。人家的头都是在那边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我这个狗是这样。第二条腿，圈个圈，对，圈个圈。好，给它用。哦。哎，成型了。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展示一下，来，这第一条这狗啊，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挺人模狗样的，来，挺有狗样的，真的。你现场的观众做的怎么样？我说他喝完来的吧，你们不信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来，您这老师就不用说了啊，还不如他们呢，对，来。万宁，我这个呀，本来想做一只回头的小狗，哎，现在我做完了以后，突然发现特别像你，啊，特别像，特别像一匹小马，像不像？不是，关键是马和狗都无所谓，主要是你这个狗啊，它的腿。和脸不知道哪是哪儿，这么摆它也行。哎，掌声送给几位，他们将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宠物小狗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。啊，咱们用现场的气球给我们两位快乐嘉宾来扮上，看看会扮出什么样的角色，好不好？打扮好不好？来。好，谢谢两位。同时，掌声送给我们的蔡高，谢谢你来到我们舞台，带给我们这么多快乐。谢谢蔡高，谢。嗯，这两位快乐嘉宾像小孩一样坐在那里。是。非常可爱。我们的节目说间成为了一个儿童节目，你知道吗？哦。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就好聊了。为什么呢？关于宝宝的事情。其实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孩子如果要是落到父亲的手里，哎呦，那个画面不敢想象啊。人家的生日愿望是变身奥特曼，结果，这是哪国的奥特曼呢？在这难受吗？小宇宙要爆发啦！胖宝，爸爸让你变小圆脸好不好啊？就这么挤揉捏，立马变成小包子脸，有没有啊？想当李敏镐要从小培养，挥舞你的小手，再来个无敌太空步。来，宝宝，爸爸给你洗澡，看我的人肉喷头。哎呀，老爸，你的水流太冲了，中枪。宝贝儿，爸爸来喽，看我的佛山无影脚。哎，回去可不能告诉你妈妈啊。看爸爸给你买的新玩具，喜欢吗？不错，你总算靠谱了，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。哎呀妈呀，吓死了，不带这样式的。老爸，这个速度可以吗？还可以再快点。老爸，到底谁在玩啊？老爸在锻炼你，知道吗？
爸爸要把你训练成下一个小彩旗，就是不断的旋转旋转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哎哎哎，来，小彩旗，下来走两步，乖。哦，哎哎哎哎，还得努力。爸爸让你一秒钟变天黑。嗯，我戴上帽子就是天黑。有时宝宝。